各位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农心杯中间的一局棋。那么农心杯呢大家可能也知道，这是一个快棋比赛。是由韩国来赞助的一个我们说是三国擂台赛，中日韩三国主要是。这个是一个爱称。实际上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本身的它的名字呢是世界围棋最强战。它的农心杯呢是杯名了。现在流行叫做后缀。它的后缀呢应该是世界围棋最强赛。但是说起来呢实际上就是中日韩三国各出一个队来进行的一个三国的团体赛。对，擂台制的，并且是。是。所以叫三国擂台赛呢，也大家叫惯了呢，也很叫的也很溜。对对对。也没有什么特别不顺当的地方。那在这个比赛当中呢，韩国队呢始终是成绩最好的一支队伍。我们中国呢其实有两届这个表现应该不错的，应该也打得很不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还有两个人的时候呢韩国队只剩一个李昌镐了主帅，日本队呢没了。可惜这样的两届呢都没有获得胜利。郝老师，我们经常说呀，这个围棋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足球你十个人和十一个人踢那肯定这个不一样的，毕竟是人多力量大嘛。但是围棋呢就是说你再多剩三个人五个人你也有可能被一个人连续打到底。当年咱们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时候聂老师不就曾经有过十一连胜的这个壮举。是，确实如此。因为他这个十一连胜尤其含金量高，是吧？就是啊，他每次输掉咱们就完了。今天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介绍呢曹兴玄对这个胡耀宇。那是前辈和后辈的一个对决了，对，年龄相差那么大，我们来看看他战斗成什么样子。好，那么在此之前呢，其实那个胡耀宇啊，他的成绩是非常好，势头很猛的时候，对上的这个曹勋玄。我记得华老师特别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曹勋玄，就是老而弥坚。确实那么回事。最近呢，我除了说曹勋玄老而弥坚之外，我开始说他的这个次数少起来了。因为他国内比赛冠军头衔拿不着，所以呢国际比赛呢他就出不了场了。是这围棋的也是又是一种残酷性。但是华老师啊，这个老而弥坚您不怎么用了，可是呢我发现在其他的场合其他的体育比赛当中人家有些记者呀就喜欢用这么一个词了现在。那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知识产权谈不上就是到底是谁抄袭了谁的问题。但是人家现在很多东西也喜欢用围棋的，比如说中盘胜啊，什么这个昏招啊等等一系列的。昏招都出来了。是。时髦语言嘛。的这个。那这个定式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讲解的系列当中也是出现过的。经常出现。然后。他现在长。这棋长。那因为这是2003年下的比赛了，所以呢现在对这个定式应该说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定论了吧。是。那么他就是接上了这个黑棋搬完以后基本上是比较定型了，特别是在下30秒一步的这个棋中间。对，这是快棋，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多想也没办法想，是来不及。然后呢白棋在占上方的大场。那么黑棋呢在他占大场的时候就直接点33。这盘棋呢请对照看一下，就是这个李昌镐对马晓春的这盘棋。是，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李昌镐呢是多花了一手棋。那个棋呢李昌镐是走在这儿的，而这盘棋胡耀宇是下在扳的位置。他仅可以下在这里，不用那么着急走这个。然后扳。这样等于黑棋先手把这个角就给点下来了。然后很实惠的小飞手脚啊。挂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出了第一道题目，是就是这样的棋如果你下黑棋的话会考虑走在哪一个点。华老师我想啊，对于这样的棋啊咱大家呢特别容易想到就是这个毕竟有白棋一颗子那很想马上把这个子安定下来。安定一安定呢它就大概在这种地方。那如果我要是比如说这个好点我抢着是不是有直接什么当然不一定是走这个了。总而言之呢这个地方呢将来再下起来的时候呢有一点味道有点不同。好像觉得现在白棋啊这个子啊有点配合的有点生动特别的广阔感觉。现在因为还是轮到他下吧。
中间你还没来得及削，嗯，这个右边呢已经大致上有一点打开了，就这种味道。所以呢，曹勋玄的选择，他是比较积极的，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想法。他现在就二建高家，这首棋呢，我们呢是挺赞成的，所以我们也当成一个题目来出给大家。嗯，那这种棋呢，二建高家大家知道很多很多的定式，嗯，比如说双飞燕反夹点三三跳起来。啊，你点三三这个地方是可，在目前来说也许是最最不可取的。对，就是其实在这一搬粘我就不摆了，搬粘之后你还跳出去，他就补一个。那么这个地方呢，随时准备一爬，人家就这个就是可以破掉你，基本破的你一个基本上差不多，是，对吧？这个所以不可取。而黑棋的配置呢是特别理想的。嗯，还有一种下法呢，这样跳起来。哎，那黑棋小飞。哎，如果是成这样的下法呢，黑棋也是觉得大为满意。对，刚才这地方应该是白棋在高位，对呼应这块模样是有帮助的。嗯，因为这种棋啊是一个，就是削人家模样的时候的选择。嗯，现在呢你自己呢，你是在张着模样的时候再用这个呢不太恰当。对，那么所以这布局阶段我觉得选择定式啊特别重要。如果说是走这个呢，那他会压这个吧，可能压这个，也总而言之也不是说特别的理想，方向不太对哈。嗯，所以呢我们来看胡耀宇的这个棋，他特别是快棋了，来不及多想了，完全凭一种感觉在选择。这个感觉啊也是这手棋还是蛮有意思的，也没有这样下的定式，但是呢哎，很实战的一步棋，它值得考虑。实际上它就是什么意思呢，嗯，就是在这个地方都不走棋，直接就要对它进行攻击，哎，某种意义上的反攻倒算。哎，我觉得其实还没有到反攻倒算的程度，对不对？但是有这种意识。嗯，他有一点这种意识了。是，我觉得胡耀宇啊，其实我挺佩服他的。嗯，年纪轻轻的，但是呢，他看起来也是不急不躁。嗯，平时下起棋来呢，就是很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嗯，他凭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带地方他觉得都很厚，对吧？啊，而且这一带呢，如果是形成一带战斗的话呢，这种地方都让他撑起来，他是很恐惧的。嗯。所以这有一种这种威胁，仗着自己的后势，所以才敢这样下。哎，对曹勋玄来说呢，他赶紧想把这，包括连这个子其实也是不是太强的，这个子现在也不太强，赶紧把它连在一起。他赶紧他想，哎，不要出现好几块棋。对，那么他现在增值有利，所以挖一个。嗯，那只能打吃这个。嗯，挡住。嗯，然后呢？像华老师，像这种跳，应该说，是这种棋形的一个基本的手段吧。嗯，如果很多爱好者要是一看有打吃就打的话，那可就他就接上，对，马上这个地方还要补，对吧？这时候黑棋可能就算走这个了，就人家让你过去，这个后势可能对你这边请消有帮助，很不利。这个地方下得太厚了，所以他不肯走太多，他要先走这个。曹勋玄呢，虎了一个。曹勋玄虎，然后呢，白棋就这样过去了。嗯，那华老师，您看这个棋从结果上来看，是不是白棋和当初的这手棋啊？嗯，我觉着他的目的好像也算是达到了。目的也算达到了。嗯，不过呢，照我想呢，我还想下得更加积极一点。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是吗？嗯，不见得更好。嗯，我总觉得呢，就是想追求高效率。咱们下棋啊，无非是一个就是说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这么一个竞争，是，对不对？我就在想什么呢，就这招棋啊，我心里边想的是能不能不补。这棋要不补被人家走下来，岂不是很恐怖吗？哎，那当然是不行了。嗯，但是我如果直接走这种呢太虚，将来怎么被他挡下去。如果走这种呢也不大象棋，将来总是薄，或者人家就接着您，不是还得过去吗？他并不太便宜。是啊，所以我在想的是什么呢，嗯，我想针对这个虎口啊，咱们总想点他一下。哎，华老师，您要点到这儿，我把您留下了，岂不是在送给黑棋啊？哎，我觉得呢，稳健的话呢，我就搬一个。搬呢，我只有挡住。你只有挡住，是不是？嗯。这回我就吃了。哦，这一下很明显，就是下一步要吃这个。这时候问你一下，你到底在哪儿？我在哪儿？你有两个地方可走。一个是直接接上。哎，一个是直接接上。接上的话呢？我认为呢，您是不是可以把这提了？白的有两个下法，一个是提，嗯，我看下狠一点就长。哦，就是说根本不在乎或者也不怕这个黑棋把这颗子跑出来，这就还贯彻了这个意图了。
你敢下来，我就算贴一个，你再敢走这个，我是走这个还是走这个？我认为这个都是我的攻击对象。嗯，那这个效率就更高了，显得。这是一种想法吧。嗯，稳当一点的话，当然我打了街上的时候呢，就提掉。其实提了，就是说你待会儿黑棋再挡下来，对白棋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那就不严厉了。这地方为什么特别想这样下呢？嗯，有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地方啊，现在实际上啊，不是白棋有负担，是黑棋有负担，是黑棋他老惦记着这颗子啊，千万别让它吞进去。我觉着接下来您要不走，我这么一来，真有可能就把它就给吞下去了。我这边吞，或者这样吞。哦，您就是准备从这儿、这个线路的来把黑棋吞下来。对，我就把这个子啊，就当成我里边，要是这样的棋啊，里边只有一目棋、你这里放了个子，我是两目棋、我多一目棋。当你是送子来的。对，我把你当成是我的死子了，我就要这么下。嗯，不过如果真是这样死的，那黑棋真的是很受刺激，我觉得。那么我想，当我这么断的时候呢，你还有一种顽强的办法，就是不接。就是在这儿。哎呦，这个棋形上我觉得首先已经很难看了。这个呢，但是棋形是难看，但是对外边是有好处的。有好处。它总是往外，起码来说我走这个啊、你走这个，起码你防止了我走这个呀。也就是说我现在可能只能提。你局部要走的话，你这个贴遭到我一扳头，那我还得缩回来。你气不是都贴紧了吗？越来越往这边去了。嗯。所以这招棋呢，我觉得它并不是说完全没道理。还有点道理，但是呢，我想呢，对白的来说呢也无所谓，咱们也不必较劲，我就算走这个。这个还得补啊，黑棋。我这里呢，马上就产生一个明明白白的断。是。这个官子也很大，你等于是只能走这个。然后，是不是白棋再拆过来啊、那我可能又不走了，我这时候我就不肯拔了，我就干脆。哦，做活了算。你也不可能跑这个，跑这正好被我冲出来。跑我就冲出来。你要挡下来呢，我就贴一个之后又跳起来。国旗里边白棋、里边已经活了。是，我觉得这个下法呢，也是很实惠的下法。嗯，我觉得那个点呢，华老师给大家也推荐了一部好，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部设想，好像。你如果接上，那我度过。哦，那将来这个地方要是爬出来，这个目数可是差别很大。将来正如实战这样的，他还得在这一带下。嗯，当在这里下的时候，这招点你可就点不着了，师先啊。等你不走的时候，我这一爬，大家看啊，我不是在这儿。嗯，我是在这儿。如果你要一搬，我再搬，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招？如果连搬的话，如果连搬的话，我就打掉就行了。我想，就打掉这个都可以。最凶的话当然可以考虑走这个。对，里边一飞其实就已经可以活棋了，差不多。两边下法都可以。嗯，这个棋你要是再敢长的话，那我更觉得太轻松了。如果长这个的话，我一爬。那这个地方其实根本不是黑棋该走棋的一个地方。它的子力的投入的方向叫它完全腻了。实际上就是说。说的不客气的，说句什么的话，就是把他的方向迂化。叫他变傻嘛。是。对不对？就这么。种了半天种子，颗粒无收。就像他就这么一句话嘛。所以这个爬出来其实是非常严厉的一手棋。而且你得马上走啊。你不出牌还不行。对。那也就走成这样的时候，其实黑棋还要补一手。你等于要走这个。嗯。那么这个时候我再走别的，这是我先手。对。因为黑棋直接一走这。走在这里也不见得，对吧？就是这么意思，所以先点掉了比较好。嗯，我觉得像这种棋啊，真是什么时候去试探对方的应手，这种时机，特别难把握。而且呢，关键有时候这样的手段呢，是我们特别不容易发现的。我觉得，好，他直接过来了，经过直接爬过之后，黑棋呢，这个曹雄玄呢，他马上进入一个破控状态，破控的状态。他这招棋很凶很凶，走的已经很深了，属于。华老师，其实啊，真是就像这种啊模样，如何来潜修对方的模样，我觉得对于咱们爱好者来说呀，是特别难的一个课题。而且我们在很多次讲解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棋形，我觉得也是经常常见的。可是呢，确实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调点，真难。从前的就是有一个日本棋手。
叫做高川秀格。哦，这是太有名的棋手了。他拿过，现在已经故去了。他拿过九旗日本的本因坊。他呢提出来过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参考。怎么说呢？他就说呢，在人家的这个围模样的时候，你去削他的时候，你呢就把他的外围的那个线呐、这看不见的虚线你拉一条。那我们要这么拉就是这样。你就这大概是这拉一条。拉一条这种线。中间点是吗？他说呢，你下在线外呢，比较缓。下在线内呢比较深。下在线内。是属于容易挨打，甚至于有危险。你比较合适的是下在线上头，下在线上。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啊，比如说现在下在这种样子，那你比如是削在这里，那人家可能就围一个。那么太浅了。根据高川先生的教导呢，这个不构成削，不疼不痒啊，对白棋太缓了。对不对？你假如是这样的一条线，你去下在这儿。这个好像有点太深了，感觉上呢就是稍微深一点，就是他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对，你比如说站在这儿，这就有点更深了。这一看这样子，人家的线是在这种位置嘛。对，这属于勇气可嘉，但是结果怎么样，就真是搞不清楚了。现在呢，他走的这个点呢，实际上呢，你看差不多基本上是在线上，但是在线的呢，好像偏离了一点，比较偏离的。对，曹勋玄的棋呢，总是永远是，假如说。最稳当的假如是一分，最凶的话是十分，他会选择八分吗？他总是什么六七分，甚至于八分，但是仗着他的力量。对，但他呢也具有合理性。我都说过，曹勋玄的力量是一种文明的力量，有些人的力量是一种野蛮的力量，他是文明的力量。他知道什么地方给你发力。对不对？他还一关键，他这个水平棋已经到了这个状态了。他绝不会去打入到一眼就能看出来被你吃到的地方。这个我想是绝不会是他选择的点。大家都说他呢是李昌镐的老师，的确，李昌镐最初就是上汉城来这个求学拜师的时候呢，是住在他的家里边。内弟子啊。所谓内弟子这个概念呢。在日语韩语中间都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住在家里边的弟子叫内弟子。我们中国有些记者朋友呢就不太注意了，把那个不住在家里边的弟子也称为内弟子，这不太严肃。这徐他们其实不太了解真正的什么叫内弟子含义。这徐元你肯定我想大伙儿都知道内人是什么人啊？夫人啊。对，夫人在哪儿的？是在大街上的吗？对不对？那是内人嘛，内弟子内弟子是在家里边的弟子。那李昌镐呢，的确是曹勋玄的内弟子，这一点确凿无误。是，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说曹勋玄和李昌镐的关系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关系。正因为有了李昌镐的存在，对了，所以长才有曹勋玄的老耳弥坚。要不然没有李昌镐，他就弥坚不了了。所以人家当初就说嘛，有了这个徐凤珠，所以曹勋玄在韩国才有一个好对手。说是这两位选手呢，不知道是从什么棋手，可能是一个不完全统计吧，可能他们已经下过了300多盘棋。那这在中国顶尖高手当中是如果你跟李昌镐下300多盘棋，你要学多少东西？没错，对不对？没错。可能呢，他也能够有一个什么1/3左右的前后的这个胜率。他棋是下不过你，但是毕竟他也是，对不对？胜率还是相当高的，是，对不对？比我们中国棋手的总体的对你的胜率。一定是来得高。那么所以曹勋玄呢自己也保持了自己的艺术青春。我是这么看的。对，所以说呢，关于这句话其实有很多例子，我们扯稍微远点去，就是藤泽秀行，对吧？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秀行军团。对，对不对？我还跟秀行军团的棋手还下过棋。对，就是秀行军团实际上也是秀行军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秀行通过提携了这个秀行军团年轻的晚辈，自己达到了保持艺术青春的目的。是因为那时候比赛完了以后呢，秀行他都会非常认真的给大家摆棋，而且呢他绝不会说我说的时候你不可以说话，他都广泛的接受大家的意见。那么曹勋玄呢，他收了李昌镐在家里边，他很快呢自己就画画画画画老书，
老苏之后呢，李昌镐自然而然的在他的家里面就住不下去了，对不对？看见自己的师母，师母一跟他打招呼，他的脸呢也高兴不出来，也难受不起来。你说他叫他怎么待啊？你说是是，对不对？他老赢他老公，这岂不是没这日子不没法过嘛？所以呢，很早就结束了内弟子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下棋这个东西，对手非常重要。他跟我们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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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博导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导师啊，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下棋啊，最重要的是一个对手。就像小林光一曾经也讲过的一样，对不对？在他站在日本的围棋界的顶高峰的时候，人家记者突然一个就是很尖锐的问题，问他什么？问他你对你的这个成长道路上，帮助最大的、影响最大的是谁？他竟然一个字没提是他的恩师木谷实。他是木谷实自己努力的吗？他是木谷实的内弟子啊。对呀、对不对？并且他的夫人还是木谷实的这个女儿，掌上明珠是木谷离子。这个时候他都没讲，他说我就是靠自己努力吗？不是，影响最深的是赵志勋。哦，赵志勋是他最强的一个对手。他最强的对手，因为他从小嘛，赵志勋棋就比他好，而且呢岁数呢比他小四岁。对不对？他第一面看见他的时候，赵志勋背着个玩具枪，拖着个鼻涕从外边进来了。都是才六岁。才六岁，跟他骑一下，小小的小毛还让他先。他受刺激了，确实受刺激了。他觉得这人生活成这样还干嘛？对不对？比赵志勋还让先，所以呢，这个对手是很重要。对，就像马小春一样。咱们在这里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曹勋玄，他自己由于收了李昌镐，带了李昌镐。就是说咱们可以这么说法，就是说他中德善报，我们觉得应该这么讲就对了，对不对？他善有善报，最后呢他被自己的弟子打败，他也保持了自己的艺术青春，对吧？是这么一个辩证的关系。好，现在我们来看他狠狠的就栽到这儿。那么胡耀宇呢，当然不能够任由黑棋这颗子就在这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关键无法围，你要再围，人家就往上，还要往里蹦。不，你再围哪儿？不能再围了。你这个一共再围，一共就围到十目的，是还不定一个脚大呢。所以呢，这时候逼的白棋啊，从外边来对他进行一点攻击。这个时候呢，就要看别的这个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了。好，然后呢，黑棋跳这个，那么这个地方是黑棋的比较软的地方，或者气比较紧的地方，软肋。然后他的这个还想跳的时候呢，他往前一压，很明显不能动了。局部来说应该是长的，但是那会被飞进去吧？再一照进去了，就算曹勋玄力量再大，我想他也不敢冒这种风险。他只有那么他先把这个套出来，他冲冲，这个是勋玄预定的行动，弟子来补。两个断点，他关键是双虎口，他不去说他，你冲的是双虎口，他点着你的方呢，真够狠的。你看这人，然后搬一个，先冲，先冲了一个，先搬这种是先搬掉，然后他接上，再冲，他再冲这个，挡住，步调很好的，刺一个，接上，然后呢，搭下去，白棋搭下来，这个搭也是好棋。黑棋拐一个，因为你要是不走的话呢，它是一，如果接上，砰，再一打，这个提已经不行了，提被人一吃是接不归，然后呢，你只能立一个，被人家再接上，这形状只能说叫爽呆，一路打到底，爽呆了，爽的没法看了，是，这个所以呢，它是必须要理的，那么它拐一个，然后白棋查，对。黑棋呢，在这儿先刺了他一个，他接牢，然后连扳，这个白棋，白棋把这个跳出来，然后呢，黑棋接上，黑棋接这个，大家看到啊，就是这个棋啊，所以都是处于像一个流动的，是，他把你的也削了，但是呢，白棋也很自然的啊，踩到下边来了，嗯，这个时候呢，黑棋。当他接牢的时候呢，白棋的实战是走的这个。这手棋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加这颗黑子呢？他实际上这块棋啊，现在还没活。没活呢，他比如说往底下走不就行了？干嘛要去吃这颗子呢？我认为这个棋是不怎么样。
我这手机肯定是不能考虑的了。哎，不可能现在就补了。是啊。照我想呢，是怎么着啊？嗯。就下法很多，我说比如说你加了之后爬他再走，这个也是一个战法，就是让他走这个，或者是我说干脆就走在这里，就直接拆出去，你就赶紧跑出去啊！你我只要拆出去，我就不可能往这儿补一手啊！哎，你太拘泥于那个地方干嘛？那如果我爬呢？哎，你就会一个，我就算在里，就算在里一个，嗯，也没什么嘛。嗯，还有一个办法呢，我就干脆挖掉。那这个我必须得接。嗯，拐。拐过来，这得提，先生提一下。你不提，我可要一起吃你了。是，提，我挡住。挡住。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一头彻底的弄下去。哎，他再拆山之后呢，我呢再跑出来。就是说，总之是不太肯，嗯，往回去补一手的。但是我觉得很可能呢，还是，嗯，还是往这种地方出头好一点。就是您刚才摆的这个是吧？我觉得啊，就是不要让他拆二，说不定好一点。嗯。这地方他如果要走呢，我们就跟着硬，就跟着我只要不死棋就行了。嗯、那么他实战的等于是也是下成这样了，但是这手棋没有放在这儿，而是放在了这儿。嗯，这个地方放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多多少少有点不舒服。被黑棋呢正好在这个地方来了一下。那么黑棋好像老是想逼迫白棋，你必须把这颗子粘回去。嗯，最后呢，黑棋呢还这个目的他还真达到了。然后白棋爬一个。嗯。这地方下的有点白棋在这个地方下的形状有点重了。是，你看他还要拐，这个拐显然是这个形状的效率是不高的。然后黑棋呢又把它给加进去，你越拐啊他越来劲，越要加你。是啊，而且外面走太多了对白棋肯定不利啊。哎，你可以这样，对不对？嗯，你要是稳当的话，你不想补你可以走这个呀。哟，但是这个人家一打吃，您再提了、哎，那太痛苦了，可以活，对不对？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太舒服。嗯，这棋好像还是该黑棋下，嗯、黑棋比较容易下。不是太好。嗯，那我们看看这个棋啊。所以。黑棋在夹住他的时候。这个棋一拐啊，形状已经不大对了。但是他不走在这儿，您说他又没棋下呢？确实又没棋下。嗯嗯。然后呢，他就拐了一个。嗯，他黑棋狠狠的夹住。哎，然后白棋顶，我们开头顶完之后，我们开头以为啊、嗯，实战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印象，我在那时候在观战室，大家觉得就走这个白棋就已经不错了，已经很充分，已经很不舒服了。哦、这头苗子在搬你呢，嗯，走得虚一点嘛，嗯，这个地方你要假如硬要说走这的话，我就算还补，这地方你好像待会儿还得没走着木回去，关键没走着东西，嗯。是吧？但是曹新玄呢？曹新玄他可是手不留情的，毫不手软。这种虚虚的棋他不爱下。嗯，他就是要在这儿。这个呢是逼着你强行冲断了，没办法了。这个再不冲断，冲断厉害是厉害，但是你已经是不活了，已经是，而且什么呢？被迫的在这个里边走了一堆子，是，所以当初可能应该快一点，就是划出去，出了，赶紧出了、哎，好像是，嗯。然后呢，现在白棋这样向步走了一个，嗯，这肯定不能让他连上，嗯，走这个，这一来，嗯，胡耀宇吃着分量了，他一看走太多了，待会儿这儿一断，嗯，这块棋怎么办？还真的不活，嗯，这个一带呢，曹勋玄呢逼迫胡耀宇在这个地方接牢。我觉得哈，这个棋啊，真是，我觉得胡耀宇下这手棋的时候，他一定心里特别难受，嗯，因为实在是不肯在这种地方，嗯，去走一步单关，嗯，而且呢，对对方是什么影响都没有，嗯，现在真要实在要说影响呢，行，稍微有一点点用这招棋，干嘛用啊？比完全的单关好，那他连着他安全了，因为就是说，假设人家断是先手，嗯，那么。这个地方的气就紧住了，哦，那就是在气上，所以没有危险了。接上了之后呢，把这个地方的子呢彻底的气延出来了。嗯，咱们要看到它唯一的好处哈，看到它的好处。但是木呢是一木不长，这个一点意义上来说是单关，是一点都不错的。不过这个痛苦呢还是痛苦，痛苦是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现在轮到黑棋来下的话呢，嗯，我觉得怎么着都是感觉，嗯，好像黑棋形势还是不错的。嗯，黑的从这个消了之后啊。这一带的这个形势很生动，我觉得下的还是很漂亮的。这地方招招他走在金上，是这种棋啊，如果打，嗯，
那人家一尝，打也打不出个东西来，还得虎，对，还点在你筋上。嗯，这个虎的味道也坏，被他杵出去，那怎么办呢？要不然被人家，所以他要在这儿，嗯，对吧？你同样是要尝这首棋的时候，就是打和这个来比较一下，到底哪步棋好？那新弦的棋呢，凶是真凶啊！他就准备大规模的来把白棋吃掉了。哎，他觉得从这个两个子了，包括这一代了，那是都是姓曹的。他觉得是这样了，已经是。但是我觉得他胃口有点太大了。嗯，这胡耀宇呢，被迫挺身还击。是。我从这个地方把他这个地方一走啊，弄得他也有点不爽。关键是这个地方，关键怎么走棋啊，他都不舒服。其实黑棋形状也不好走哈，也不能这么来一下吧。嗯，他决定该捞的先捞。这手棋毕竟还是有目的。嗯嗯，目数大的地方先捞。这胡耀宇最后这个挡下来了。到最关键的是他还是把刀子给拔出来了，是再不拔不行了。嗯，不久就形成了一个异常华丽的这么个转换。那么现在走完这个呢，显然要搬，所以黑棋必须得把这手棋退这个弯出来。嗯，这时候他加了一手，哎，先要求把底下的做活。这手棋也是蛮讨厌的啊，这手加的时候对此啊，黑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还价，他不敢走这个了。走这个，他要贴出来了。哦，因为你如果不走这个呢，嗯，直接贴，他可以扳断。他可能怕他扳，走，他接上。这带上边已经两头封不住他，这头还断着你。对你打吃，我可以接上。嗯，大概不断，大概是这种意思啊。嗯嗯，所以他现在当他加的时候，他不敢动了。是，黑棋赶紧把自己的这个毛病啊给补上，贴回去。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再敢顽强被他冲出去。而且我觉得这个快棋啊很碎，除非我觉得你有好几个小时能够充分的去算到底谁杀谁，嗯，否则的话就实在没必要冒这个风险，是算不清的。是，行了，下到现在这个样子呢，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这个转换。嗯，就是本来的无忧角啊变成了人家的角，变成了他的角了，对不对？多有意思啊。但是呢，黑棋外边呢，当然有所收获。那他先把这一跳，特别是他的孤棋啊，什么都没了。而且我觉得现在他可以说变成了一道要围控的势了，已经。嗯。看胡耀宇双的时候，曹勋选的很糟。哦，点到了，他瞄上那块棋了。一度这么坚强的这个棋，就是，他现在要对你进行总攻。你如果接上的话，对不起，他一起度过。哎，你整块的眼，你不觉得受到了威胁了吗？当然觉得。嗯嗯。所以对此呢，胡耀宇呢决定弃子，也做出了一个灵机的措施。嗯。黑棋往上冲，那么白棋一断。一断，这个倒是就是必然的。他吃，然后尝。黑棋在吃之前呢，要先往里边拐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细腻啊。特别重要，这个地方不单是两目棋的关系，还有眼位。你走这里有眼位，当他一扳粘的时候他就活了。嗯，所以他这个地方细啊，细的很，反正先走掉，然后走这个，你再吃住，然后白棋把这颗子加吃住，你当然是需要补的。对，没有疑问。嗯，补的时候黑的先手是挺头，这个太大了，这步棋，太大了。这个总体的这个作战，嗯，白棋应该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成功，黑的还是算是状态是很不错的。是，那么这个时候呢，白的呢打了一将，哎，因为大家知道吗？这是快棋赛，那快棋在每方用完，每方是30秒钟一步，一步，嗯，当你用完这30秒，他就很可能呢，他就要给你读秒。对，30秒读完你过时了，他让你用，可以给你1分钟，这样的机会给你10趟。嗯，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呢，念到25、28的时候，一看哪个地方，其实就是把有的劫财先走掉了一下。对，但是如果以后一旦要打劫的时候，嗯，那可就是不利了，悔之晚矣。是是，我们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哦，这刚才摆错了，如果要摆在这儿的话呀，就被人家先手占便宜了。嗯嗯，那这棋呢？
要走到这儿，将来还可以接回来。嗯，白棋的提是后手啊，注意。那么白的呢，现在呢，先把这个拦一下。哎呀，想到当初要是点和他接的交换，那就爬到那儿了，差很多。来不及吃这个后悔药了。然后不能再让他飞进去了，所以要飞一个。白棋一搬，这个总是要挡的。这个一定要挡。走这个。然后呢，他把这个棋拐下去了。这个地方，华老师，这儿露着风，这手棋有那么大吗？就是实际上是很明显。就是胡耀宇的判断，就是说，这个挡和这个爬是这个爬来的更大。哦。他判断。如果你走这个，我黑棋一定是在这儿的。哎，如果现在这个棋让黑棋自己选，他会选这个。他会选爬。那么这个逻辑就出来了，所以你要走，宁可是挡这个。那这边就不能让白棋再挡住了，对，不能让你连走两个。嗯，那下一手呢，白棋呢又打一将，搬了一个。哎，这手棋又是打将，就损失一个劫财。就是说，现在立刻下在这里的必然性呢是没有的。嗯，不应该这么下，没有道理，因为他又不会再走的了。可是他要争取时间啊。哎，其实就把这个劫财啊用来延时了一次。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现在把右上角的这颗子啊给接回来了。这手棋也相当大，大家注意看啊，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了，打了棋掉之后，这个下边就没眼了，这个再被冲着一跳，冲完一跳你就没眼了。对，其实特别特别的大，可以说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那个打拔的话是黑棋的先手打拔。他理是不会理了。你如果把我打了棋掉，就是换句话说啊，这个地方你如果没有爬，你现在就走这个的话，那么我可能呢也是走这种棋，或者走这种棋，就是我会往中间来破空。哎，一边破空呢一边搭眼呐。对不对？但是我们讲的呢就是这个价值非常大。而且你想想看啊，这棋一粘了之后，将来一加，对吧？一下少了很多目。它少了1234567890。单黑棋就减少了整整十目棋，那白棋还增加了很多目呢。但徐燕，十目棋是什么概念？十目棋已经是一个贴目的话，是咱不算贴目。十目棋是一个角。咱们为业余棋手讲十目棋，十目棋就是什么意思啊？十目棋就是吃了五颗子就拔掉了，吃了五颗子，就大家五个子把你提掉，你提得快着呢。对不对？这个地方你不能的。而且一般提五颗子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挺大的了。其实这个地方呢，不止十目棋，因为自己棋嘛，一二三，还关系到死活，主要又关系到死活，又关系到这么多，实际上是六个半子。局部来说，这是13目，这13目就等于六个半。那么这个棋呢，就下成了这样。这头呢是他的权利。是。现在轮到了我们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在想，就是、这一带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走？它总是要定型的，因为你要不走的话，它比如说冲也好，比如说搭住也好，它总是有目的，是总是有价值。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黑棋应该如何定型？既破坏白棋的这个目数，又能使自己的形状，得到一些加强，避免它这种冲断或者靠，那么黑棋的实战呢？是曹勋玄呢，自己特别后悔、引以为憾的一手。他实际走在哪了呢？实际走的是这个。这手棋呢，想想第一补了断点，第二呢再往白棋的空里边再破空。想想呢下起来呢意思呢还是很好的。是啊。特别是对曹勋玄来说呢，曹勋玄这个棋，他老是憋着人家什么。老瞄着，哎，老瞄着人家，好像就是说那把刀老在那晃着，但是你不往下砍，对，老在你眼前晃，对不对？他在，我觉得这种啊，就是让人感觉特别恐怖。他力量大，但你比如说这个他晃什么呀？他根据需要的话，他夹死你了。可是华老师，您老憋着人家，人也不可能老是提着个脑袋在那等着呀。实际上呢，我们先把正确的，他事后也他认为，应该这么下的这个地方，他也是他的局后的感想，我们先披露给大家。他觉得应该走这手棋。哎呀，就老老实实往前推。现在我们已经通过单就我们这次的这几盘棋，我们也已经就看出来了，很多很多时候，对不对？这个棋手啊，下坏棋也好，战斗失败也好，都在于他什么不老实。他就是，可是华老师，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毛主席语录，他老记不住。
老老实做人，做人就在吃亏，就在于不老实，对不对？但是他呢有他的缘故，对不对？他老想憋着你点什么？对呀、啊。现在这手棋呢太直白了，就是说，哎，下一步要吃人家，然后人家肯定得跑。现在勋玄想通了。他你基本上得走这个，你走这里的话反而被他走了走了这个、走这个还先手呢，哎，怪里怪气的，哎，他这不还能往前蹦啊？他别蹦了，再蹦危险了，再蹦他就顶住一样嘛。那我就补一个吧，哎，他就补在这里，这边一挺往你这个地方狠狠的进去了一下，往这头横的又一来，这几个子只要都是活的，这你想不错是吧，黑棋已经把你弄得就基本上的空已经大空已经就没了，是这头他也爬着，对吧、你没有什么大的，对，你这头你要是退，他再哪怕再这种跳还不迟嘛、一点都不着急嘛，你再顶他再一跳，你能为几目？就是很自然的，而且没有任何这个危险的，可以把白棋的这个潜力给消掉。但是呢，就是他从心情上啊，我觉得他不是不老实做人，觉得他太俗。对，哎，这有的时候高手就这样，嗯，你看你这下什么臭棋，俗不可耐的，嗯。而且我觉得一般职业棋手被人家一说你这棋下太俗啊，尤其是下就水平相对来说低一点的这个职业棋手，特别怕上手说自己下的棋特俗。他觉得丢份啊，我也觉得是，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呢，他现在跳了，他一跳了之后，没想到呢，人家胡杨宇来俗的了。不是胡杨宇自己他要逃命啊，他一走这个，他不走他不活啊他。但是当被胡杨宇这么一。被胡耀宇这么一扳的时候，曹勋玄不对，吃到分量了，发现走不动了，发现这怎么走不动，怎么有点呢、啊、他说如果你要是接这个的话，人家我估计直接就把它断了，哎，因为他把你断的，他死活他看不清啊，他对你吃一颗子也做出两只眼啊，哎，独秒生中悔恨之余，然后来了这么一步，他来了这一步，这一步也挺这步倒是以后加的话可以破点目，挺逗的，反正也有点目。他准备再点的话呢，他这个，哎，他就只有走在这里了，他总不能再接啊，接了被人家一断，不又死了吗？是，对不对？他的走在这种地方，但是人家胡耀宇就来这儿一下，本来刚才这个地方看不出那么多目的，没错，这一下十几目就来了，好像，粗粗的一看，而且待会儿以后虎回来，目还挺大，那关键是黑棋呢，这一琢磨呢，这招棋他不能不下啊，要不然白棋马上就往里钻，我就往里钻呐，对不对？肯定也是大的呀，那是不是在压呀？暂时先把这个给藏出来，哦，这是先手的，这个是不藏白不藏，这个也是吃掉两个子的，它的余力。那就接上，接上哦，免得人家劫财多呢，还他立刻把它加掉。哦，这是当初接刘友的后续手段。然后他还是挡住了。对，实际上呢，加你就虎就完了，还要先接。他假装给人刘友感觉说，有可能我还不虎呢，我还不挡住你呢。后来发现也太大了。然后这儿打吃一个，这也是先手啊。这不能不理，人家不走，他要在这儿。哦，连这颗子一块儿把它切割下来，不是这个问题，所以他在接上，接上，他在压，那这还得围呀、这只有围住，搬一个，这个只有围住搬，然后他退一个，就在这个要紧的关头呢，胡耀宇呢又打僵的这个癖好又犯了，这个棋我们这个其实反映他当时下棋的时候多紧张，他搞不清啊，他又打一僵。哎，他一想这个棋反正你得应我、然后我争取了一次时间，哎，他想想总好的，就打吧，任打僵吧，这个时候已经我估计已经下到150多手了，哎，然后这头还来一下，这是他的先手嘛，这个比打僵关系好一点，就是说这个因为他本身有连扳的可能性，哦，另外可能有扳完什么立下来呀、什么这种棋手段、先搬掉，我想还是好的，先杜绝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然后呢他把这颗子给退回来了，他就又把这个子给退回来了、哦、他现在是一步一步盯着目走，他认为这个是大的、这个退他自己啊倒是没有多大的目，因为呢等问题你一搬他长他爬进去了、他的目长得大，对，所以与其说这招棋啊是在成目，我们不如说这招棋是在破目。这曹勋玄下的也是好的呀，对，要不然人家这口一封住，这目就太大、轻飘飘的在那儿一飞、然后他先冲一个，冲掉，
黑棋呢把它挡住。嗯，这是必然的。对。那么下一手棋呢，我们看啊，这个要不要把这边之后呢，他就一虎把这个围住了。你刚才不是老念叨这个虎吗？就是啊，我老惦记着，我觉得这目特别大。这一虎啊已经全部成了空了。嗯，然后他圆一个。嗯，他把它挡住。那当然就是，其实华老师我真是觉得啊，刚才这个地方陶行玄啊失误真是太大了。嗯，刚才走了一手，结果发现还是让人家嗯围了这么多的木。嗯，太可惜了。就是而且这手棋他还退倒了。就是啊，对不对？而黑棋哪儿得着木了呢？嗯，好像没有看到太多。再想象一下我们当初做的图，这个棋多么应该藏这个压这个，他跳然后跳这个跳过去。是。那么现在陶行玄呢，他选择了一招这个长，长这个，这个长相当相当大。哦，以后一为什么？他就如果被他虎下来的话，一个是他的空大，一个呢是他收气，将来收气的必要性就基本上就出现了。所以这个长很大，他在下面长了一个，他先把它冲掉，冲，挡住，他接起来。这个目数也很大的，嗯，黑棋二路尖，这些棋他们下起来都很熟练。是。这都是黑棋的一个先手的权利，而且呢还可以争取一次时间，再冲冲挡住，那么他把这个全部连回来，嗯，连回来加上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双轿吃，这个双轿吃我们来算一下它的木，嗯，这套棋木还是蛮大有多大哈，哎，如果一吃一提一提的话，白棋剩一二三木棋，嗯，其实我想我们算的最比较简单的直白笨算，你就算成这样就行了啊，我打吃你提掉一二三四五目，哎，你五目，二三四五目，那你本来被人家提掉呢就剩三目棋了，便是减少两目，减少两目，然后你那是一二三四五六增加六目，这那这地方就是八目棋，整整的八目棋，嗯，大家通过这么一算就知道这官子啊应该如何来算，把你的损失和把对方的损失和你的所得相加，就是这个官子的价值，价值，嗯，好，现在他一走了这个之后呢，白棋去打了一个将，白棋决定，哎，翻了一个，他没想清楚到底走什么，他又打一将，白，然后呢，黑棋，嗯，在这个地方补活，他补不补呢？他没补，他决定不补，他觉得这个拐下来啊，比这八目棋来得大，一定是大，所以他才拐了一个，这个拐啊，局部来说。如果我们算走这个，算走这个，还有点进去吗？如果算它立下，嗯，那么它所增加的这个木呢，是一二三木，增加三木棋。哎，但是这招棋呢，你走不着。基本上呢，由于这个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增加了一木多，嗯，把你呢破掉了两木，先手大概有三四木棋，那就是可以算成是白棋逆收。哎，这个是有的，三四木棋。三四目棋呢关键是这个虎口呢由于这里跳进去的时候啊这个地方不一样。还有多进去可能。哎点的可能性。嗯。所以呢这个胡耀宇呢这期通过一打将他就下定决心了，他这个地方他就不走。不他就要拐住。对。那么当他拐的时候呢黑棋发现全盘啊嗯实实在在的能够有八目棋的地方。就没了。已经不多了就剩这个。所以他就把这个走掉。这徐英啊官子啊随时要下的戏，对对不对，你如果接在这里就白损一目，对对不对，你必须要像实战一样走，他再把这个也给打掉，然后他提过来，提过来提通，提通，他把这个给你灭了，哦，这个也很大，要不然黑棋就什么长完跳一个是吧，当然是就长了跳了就有目嘛，可以理解为是这样，这招棋呢本来是黑棋的先手，是现在呢他呢把他这手棋他把你逆手走掉，这手棋呢可能没有这个八目大，嗯，但是呢他走到两个，他走到了两个，他是这么算得到，然后啊他打吃一个啊，是他接牢，对接牢，他一拍，你看这是绝好的打将的机会，这个曹轩轩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在用打将我们也不清楚，他接上这个总是要接的，黑棋继续往这块空里钻，那么显然是要断它，所以它这样补了一个，看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
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下法也挺微妙的，就是你现在是想未尝不想直接进去，当然想尝，但是我总觉得这不踏实啊。哎，但是他不踏实，万一被他直接挖断了你怎么办？他挖断了他看不清啊、看不清楚，你打吃我接上，你接他也许会先把你断掉，你给大家摆一下，先把大的先灭掉，跳是可以跳，他还可以走走这种。哎，你只能接上。比如说，就这种地方这一走。其实他要想连回家呀，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儿。不是特别困难。然后这一头呢，还有一个这个一，我们来看，你只有找打呀。二，我走这个，你走哪儿？那我只能提啊。我打吃呢。我要想断他，我只能。立下去，你变成打劫度，而且这个劫对你来说很重，很重。所以这个棋呢，每一个地方，你看棋已经下到这么细了，都是有陷阱，对，都需要注意。所以黑棋呢就不敢继续往里插，那么他走了一个这个，他想与其可能遭到的损失呢，不如先走这个。是，你这时候假如走这个呢？哎，那我就跳下去了吧，还正好没有挖。哇，走这个打吃、我提了可以从这么打过去。不是打了我能接上啊，你断不了我。不是，我哇这个您可以打这个，我提了您就要这么打过去。那太被动了。但是我里边没有损失那么多呀。我没藏进去啊。是。对不对？所以呢这道棋你看双方的这个棋啊下的都是合理性啊。然后交换了一个次序。已经都到了家了。再藏进去。他这先藏一个要求。断。你只有弯这个。然后他再虎住。这个棋呢，就这样的话呢，他把这个空呢，就算围住了。是，然后呢，他拐了一个这个。他是拐了一个这个。他是要拐，因为现在这个棋啊，已经现在局面上啊，没有特别大的棋了。这个官子不大吗？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有几目棋。来分析一下这个形势跟这个官子的价值，给大家增加一点这个常识。其实像这个官子呢，其实一点都不难算。如果接上的话，大家练习一下。一二三四五，就是要不然人家走了的话，你两个都得走掉。对，那么白棋要是提掉黑棋克子呢，白棋获得的是一目棋。哎，所以它是六目棋。六目棋的价值。那么这个六目棋呢，实际上呢，盘面上正好还有一招棋也是六目棋。在哪里？就在这儿。就这个棋啊，你不要以为只有搬的感觉。哦，要搬人家一退。哎，这棋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走掉。嗯，那么人家再打了再接牢的话，这黑棋就是干扫了一二三四五目，然后白棋多了一目，白棋差了一目棋，所以是六目哈。所以整整六目。嗯，所以没问题的。所以那么现在呢，黑棋啊，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先拐了，把这个先拐了。这手棋也是要走啊，因为你被人家一点了之后，这都再冲了什么。这形状走不出空来，走这个，然后黑棋走这个，这个又是好棋，走这个好，然后再走这个。这手棋为什么要先走这个呢？又体会一下，这种地方都是活。如果这活儿细啊，如果要先走这头的话，哎，我走这个，您再走这个，恐怕不一定是绝对先手，就有一点变化。为什么？你这个断进去，人家不一定理，人家可能在这个外边去做眼。是，万一这个地方不要补了，这活儿你看。他的先走在这儿，这个断是先手，现在变的。这样他断进去你受不了啊，只好接上，然后再走这个，然后再走、这个、也只能理。哎，这种小官子呢，我们都体会一下，再一拍，这是他的先手的权利，接上。然后他把这个一顶，这个顶有几目棋啊？实际上获得两目棋。实际上照我看呢，这手棋呢损了一目棋，他只有五目。哦。这个棋才是真正的六目棋。哎，我觉得就应该搬粘。那如果搬粘真是走成那样的话，最后这盘棋的胜负啊、非常小，只有一目半。最后实际上胡耀宇战胜了一目半。嗯，但是这手棋如果走在这里的话，很可能就胡耀宇只赢半目。哦，就是说最终他还是能赢。哎，我想是还是应该能赢的，因为别的地方的胜败都一样，情况都一样，因为他尖你没法动嘛。嗯，都一样的。只是呢，白棋可以把这个黑棋可以把这个输的。目数减少一点儿、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就加掉了这个了，他把那加掉了，他马上断掉，断，这是他的权利。断这个，然后这个棋也是很大，因为连这个都得拔掉，对吧？是，他接牢，他就渡过，
那这个就赶紧打掉吧。嗯，这就没变化，没什么好保留的。哎，他又打一架。哦，哎，这时候总不能去提这一个让人吃两个嘛。哎，关键是，嗯，就是说这个地方他一走的时候，他就只有接牢了。接上。嗯。然后再打吃。再把底下接上。再打吃，再接牢。是。看黑棋，黑棋呢把这个打掉，这个都是不大借的。嗯。黑棋也开始打将。然后拼命打吃。哎、这是先手的一目棋。对，他接上。嗯，他接了吗？啊，他没接，他又打将、哎哦。他又打将、哎，反映了这个时候的棋啊，已经你咱们下棋看看很轻松。是啊。他下棋的时候下了整整半天，就是为了这个半目一目半。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在拼命的在判断这个输赢，哎嗯嗯、所以呢点不清楚，一看读秒追得紧、嗯，赶紧去走一步打将。他想把这个空啊再点得清楚一点。对。这时候才走的这个。然后再走的那个。好，然后黑棋。接的越来越再打吃越少了，接上，然后呢再打吃这个，嗯，这他也得接了，再接上，然后还哪是黑棋的先手呢？嗯、那还有打将，打将他也黑棋也需要打将，你怎么就白棋打将、这个啊？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进程上就可以看出啊，这快棋的特点就是这样，嗯、要不断的在棋盘上出现打将的这个手术。嗯，嗯冲，他走，还得往里冲啊。他再冲，他再退，嗯、再退一个，对吧？然后呢，他就直接就跳了一下。哦，直接跳进来，他想把这个空呢、嗯嗯、给破坏掉，然后可以拐住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胡耀宇他都不敢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这个可能被人挤掉呀。哦，所以他就确保这个半目是目了。嗯，宁肯这个打显得难受一点，他不难受就行了。是，你别为他难受，嗯、他冲，把他都走掉，挡住。嗯，再接牢。这得接啊，接上，嗯，好、哦，要不然被人吃。双，嗯，这棋终于越来越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接上之后，再把它这个边上冲掉。这个肯定是他的先手。嗯，现在已经完全把这个完全都没目了。这个也走住，这个、都拱掉，挡住，再冲掉。那凡是先手，现在都走掉就行了。嗯，现在已经没必要留了。嗯，嗯，然后再把这个也走了。走了，你只能挡、哦、这个黑棋要挡住，嗯，然后白棋冲这个，冲这个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棋啊已经终局了，嗯，最后呢，实际上这个地方他走了一个，嗯，你再走这个，嗯，就是这个地方两个地方都让黑棋走上，他都没有目，都没有目，这头一打吃，这头接牢，这个地方由于都要接的，这里有一个点，我们就数到。点到这里就为止了就行了，就这两局都算他也没用。就说这目棋，黑棋是得不到的。那么经过了这么一个激战，胡耀宇呢直白战胜了这个韩国老将曹勋铉一目半。那么我们呢也为年轻棋手的成长呢也表示非常的高兴，特意在这里做一个介绍。好，那感谢您的收看。